什么一副料子，扎了我手。不用你，我自己可以起来。嘘，快看那边，白少爷，白少爷，可以跟我合影吗？怎么是他？老师们，同学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主持人朴雨林，旁边这位呢是我今晚的搭档，也是本届毕业生中最璀璨的主角秦东冉，大家掌声有请他上前致辞。哇，有料哎！看我手里的指甲钳，秦东冉，他竟然……没有事了，放心，有我在。我这就带你下去休息。我也想被白少爷抱。哎呀，好羡慕。这个秦东冉什么来头，白少竟然为他解围。